穿着一身黑色厨师袍的港式餐厅大厨将萝卜糕放上煎台煎煮，再转锅身。大厨趁空档再将烧麦蒸饺放到蒸台上。他是来自香港的张先生，来台湾22年，落地生根，开港式餐厅，道地美味广受台湾饕客喜爱。只是这些日子看到家乡为了反送中爆发警民冲突，好揪心，造成了后面的冲突，我觉得也是很复杂。张先生22年前因为姐姐嫁来台湾，所以跟着移民来台湾，定居台中。会特别选在台中，是因为台中不止气候宜人，房价、生活成本也相对较低。我们这边很多，最近很多那个香港的客人，还有我也最近一个很好的朋友也移民过来这边。因为反送中，香港恐怕再现一波移民潮。翻开过去数字来看，从2016年开始，港澳人士定居台湾年年超过1000人。2016年1273人最多，去年也有1267人。如果是定居加居留，六都里这两年台中增幅最多最明显。人情味很重，台湾的人情味很好。然后在这边的生活压力没那么大，这边的生活条件也比较相近，生活的习惯也很多也相似了。台湾民主成为香港人的向往，再加上台湾人的热情，成为移民定居最好适应的关键。而台中不需花大钱就能生根，也成为香港人移民定居大热门。三立新闻吴怡哲、罗令杰台中报道。